绝对不能错过任何细节。《金瓶梅》里早就说过：“掀翻孤兔，窝中藏，惊起鸳鸯沙上年。”特派员，我看今天总是提不起精神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能不能给解释一下？没事，我挺好。意思就是说，要想翻天覆地，那就必须要从小事入手。插空档就是这个道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特派员。 这不是夏雨竹，夏小姐吗？你们俩认识啊？特派员，雨竹现在是我们速记组的速记员。是吗？看来宋光他们还挺念旧情的。陈德道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能干什么？ 日子还长着呢，咱们有的是时间。玉珠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刚才克拉德在电话里说了什么？没说什么，就说过一会儿会再打过来。给我记着。 以后只要是克拉德的电话，就算我给蒋主席做汇报，也要第一时间通知我。是。后勤组这点经费你都搞不清楚吗？如果你在，雨竹，你先下去吧。 宋大哥，我看见陈德道了，他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坐下说吧。我就是想知道，我是不是以后每天都得面对他？不但要面对，你还要听他的命令。连你也要听他的。我的官阶虽然跟他是一样的，但是他毕竟是从南京调来的。 所以，雨珠啊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：善用兵者，引吉行；由，而示之以无。宋大哥，你的意思是？ 让我把心思隐藏起来。隐藏自己的兵力，并不是向敌人示弱，而是在保全自己，伺机获胜。玉珠，你来这里上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要学会不动声色。宋大哥，你说的道理我都明白，我也知道你是为了我好。 但是我办不到。陈德道害死了我的哥哥，我不可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喂，是我。听出来了。今天下午5点，有人会在静安寺路12号与上海地下党代表接头。消息准确吗？ 只要你们的美钞是真的，我的消息就是准确。好，通知行动队马上集合，我亲自带队。是。假装不认识我啊？你怎么又来了？ 做不成夫妻，连朋友也没得做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不就行了？去陪我喝点咖啡。我跟我姐都已经商量过了，过一阵子呢，我就回日本。哎，你也是赔一次少一次了，知道吧？上车吧。
我在凯瑟琳咖啡馆订了位置，那里环境不错，去试试。 是，泡泡车来了。这是去哪儿？去GS那边。坐好了啊。 四路十二号，快！先生、小姐，请问想点点什么？啊，不用看了，两杯咖啡，一克西番泥，一克拿破仑，一份牛力饼干，再加一份牛奶鲜果冰淇淋。好的，先生，请稍等。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？哎呀。 我趁我在的时候多带你见识见识，我怕我走了以后就没机会了。你看，还有那么多好玩的地方，我们都没去过呢。君浩，你来上海应该是我陪你的，可我什么都没有做，倒是你带我去了不少地方。我，你是不是感觉到好像心里对我有一些愧疚？ 但是我呢，就是这么热情，没有办法，天生的改不了。还有多远？再拐过一路路就到了。快点！快点！ 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日本啊？是不是因为……哎，都已经被人拒绝了，我还不要脸的留在这里干什么呢？丢人现眼啊！对不起啊，君浩。喂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我回日本是有我自己的原因，跟你没关系的。不过我很想知道，你为什么要拒绝我？ 没有为什么，我就是不想结婚。嗯，就是不想结婚。特爷，马路斜对面的凯瑟琳咖啡馆就是静安四路十二号。给我瞧瞧危险的，不要惊动里面的人。 等时间到了，再进去抓人。是。兄弟啊，你快一点，我赶时间。谢谢。兄弟，啊，兄弟，你没事吧？先生，对不起，我这可能走不了了，您再换辆车。都怪我，我不该催你啊。 这个拿着啊，去医院看看。谢谢，谢谢您。队长，放下！放下！谁？队长，打呼噜调查科吧，都给我老实点！ 我们得到线报，中共地下党的人5点钟会在这间咖啡馆接头。现在时间、地点，严丝合缝。你们当中一定有我们想要的人，所以是自己站起来，还是要让我一个？ 夏小姐，怎么倒霉的事总能让你赶上呢？啊！
先生，您要去的地方马上就到了。于是走，去前面的竹叶青茶馆。好的。没人站出来是吧？好，都给我带回去。凭什么呀？谁跟我说呀？走，是谁吗？放开我！凭什么？在这个时间待在这个地点，就都有共党嫌疑。如果现在蒋介石坐在这里喝咖啡，是不是也要带回去？你就是共产党，拿下！走，走！谁呀你？志浩，志浩，有话好好说嘛，对吧？不用动手的，你们走，走。你朋友很有个性。走吧，走。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。谁跟你一家人？是是是是是，我哪有您这样的福气？您父亲在日本身体还好吧？有事儿说事儿，别套近乎。哎呀。您是有所不知，现在的租界都快成共产党的乐园了，他们在里面逍遥快活，比我们过得还滋润呢。你跟我说那么多干嘛？共产党关我什么事儿？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小公子，小公子，小公子，我也是职责所在，你好歹把去凯司令咖啡馆的时间、目的简单的说一下，我记录一下，日后有人问起。我也好有个交代，你随便帮我编一个不就好了吗？我编深编浅不合适啊！你怎么那么麻烦呢？我去凯司令是跟我女朋友约会，具体时间我忘了，你帮我编一个。女朋友是夏雨竹啊，还用问吗？哦，好了，可以走了。今天真是误会了，日后有机会定当登门谢罪。萧公子慢走。哎，赶紧把我女朋友给放了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慢走。你没有你老的撑腰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特派员，下一个替是谁？他女朋友。到底什么时候放我们出去啊？哎，我们在捕房有听见，我要告你们！告他们！哎呀，老太不讲理了！人家讲好的嘛，这等一下会放我。一定要告他！干什么呢？都把嘴给我闭上！你给我坐下，坐下！夏雨竹，跟我出来一下。这干什么呀？我们要吃饭，萧公子，车取回来了。对不起啊，哎，哎，君浩，宋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夏雨竹。你就是那个共产党啊？我不是。什么？我听不清。我不是。你不是。当年你哥巴不得是共产党，现在他死了，你不想替他完成心愿吗？你还有脸提我哥？我为什么没脸啊？我不仅提，我还要感谢他。要是没你哥，我能这么快的当上特派员吗？
无耻。听说处决他的时候你也在场，那滋味不好受吧？到了，枪一响，你哥的身上多了几个血窟窿，血溅的全身都是。这难道是人吗？娘子，住手！你想干什么？宋副主任，我对夏雨竹例行问话，可是他突然疯了，他要袭击我。如果你想问的已经问完了，我要带人走。这恐怕不行，夏雨竹有共党嫌疑，需要进一步调查。我担保他不是共产党。你担保？怎么，这样也不行吗？那你现在就给陈立夫部长打电话，问问他我宋光担保的人到底可不可信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在这里等。听见了吗？把宋副主任的话记清楚。宋光啊，脾气一点都没变，还是那么直爽。我跟你说句实话吧，我太希望你为他担保了。要是我所有的嫌疑人都有人担保，我反倒省心。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将来出事儿嘛，找担保人啊。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？请便。玉柱，我们走。唐委员，您对这个宋光也太客气了吧。宋光已经牢牢攥在我的手里。什么意思？想要搞掉他，一个夏雨竹足以。把所有嫌疑人释放了，24小时盯着，随时向我汇报。那夏雨竹和肖俊浩，按理来说所有人都可能是共产党，他们俩绝对不可能，但是也都给我坚持起来。去。是。君浩，赶紧把雨竹送回家吧。啊，姓陈的没有为难雨竹吧？这件事情就别问了。雨竹，回去好好休息，睡一觉，这件事情就算是过去了。赶紧上车吧。麻烦了，宋大哥。路上慢点。已经搞清楚了，咱们这次接头失败是因为转移家属的电文被租界当局意外破译了。租界当局？可是去凯司令抓人的并不是巡捕啊。出了巡捕，谁还敢去租界抓人啊？我觉得是党务调查科的人，这不合乎情理啊。
党务调查科不仅拿到了情报，还被允许进入租界单独行动，这对我们很不利啊。对了，党务调查科新来了个特派员，叫陈德道。你说有没有可能他带着南京方面的指示和租界巡捕房联手呢？陈德道啊，你认识啊？何止认识，老朋友了。老李啊，以后在租界开展工作一定要小心，这个出版社看来也待不住了。我明白，我来想办法。他们有没有要求再次见面？已经约好了，一周以后在渔阳里九号，那个被转移通知的家属也会一起去，但是他的身份有些特别。怎么特别？是位苏联女人。那怎么能保证这次行动不会再出意外？这次泄密发生后，咱们的同志已经启用了新的密码电码，而且把你下次会面的知情者控制在了最小范围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。特派员，这是这段时间监视夏雨竹和肖军浩的记录，请您过目。发现什么没有啊？这个夏雨竹一直很单调，每天按时上班，然后回家，没发现跟什么人接触。肖军浩呢？哦，肖公子可就丰富多了，白天不是去跑冰场、一元跑狗，就是去一品香打担子，这到了晚上就去舞厅和赌场，一直玩得很晚。公子哥嘛，花样多一点正常。哎，有没有发现他和什么特别的人接触呢？有，他和一个外国舞女正打得火热。嗯，长得怎么样？长得还真不错，尤其是那身材。我看你们的心思就没放在监视上吧。属下不敢。照这么说，这两个人都接触嫌疑了。确实都跟共产党没什么关系。那就把人手都撤回来吧。克拉德已经说透了工部局，我们的电波侦测车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开进租界了。我发现这洋人还是挺好对付的，只要给钱，还真给你办事儿。小姐，哎，小姐，街对面那两个人都不见了。真的？嗯。可算走了，都是那个陈德道安排的。陈德道总是为难小姐。他就是个混蛋。小姐，你别生气了。哎，那天咖啡馆里边真的有共产党在街头啊。我不知道，那天咖啡馆里人其实并不多，坐在门口的有两个像职员的人在聊天，他们旁边是一家三口，小女孩挺可爱的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个中年人，看起来像是在等人。那会不会是他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穿得非常讲究，皮鞋擦得很亮，边上还放了一束玫瑰花，肯定是在等女朋友。那他会不会假装约会的样子？不可能，我看到他悄悄地把手上的戒指拿下来了。他结婚了，他在等情人。那还有其他的人吗？在我和君浩的旁边还有一对老夫妻，关押的时候他们吵吵说自己在捕房有亲戚，应该也不是共产党。那就奇怪了。
我的双菊什么时候变成小侦探了？小金，你又笑话我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在家待的有点闷了？嗯？没有。哎，小金，只要有他，我就一点都不闷。哎，小姐，你知道吗？收音机是通过无线电波才有的声音，无线电波看不见，也摸不着。哎，可是它用处可大了。是吗？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都是从这里边听说的。跟队员，任务员回来了，你再收拾东西，今天晚上要搬家。辛苦了，老李在里面吗？对。志远，怎么样？见着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来来来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那边的同志呢，已经给伊格纳斯，啊，就是咱们那个同志的家属，办了新的身份证明，随时可以动身。那好，剩下的事情我来安排，争取这两天就配合他们将这位家属转移走。好，这样一来呢，负责护送的同志就可以放心的回去了。是啊，咱们一起配合，帮着他们赶紧完成这个任务，啊。哎呦，不过你们转移的时候，还是要注意安全。好，老李啊，不瞒你说，这个负责转移的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怎么说？人家是不是老革命，一脸沧桑啊？恰恰相反，非常年轻，年轻的让我惊讶。是吗？我以为来执行这种护送任务的都应该是像咱们这样的老革命啊。他有着超出他年龄的成熟、睿智而且风趣，更重要的是充满了革命激情。哎呀，能得到你任志远这么夸赞的人可实在不多啊。我想这位年轻的同志确实是个人才。我说老李啊，我任志远在你心中就这么刻薄吗？啊？你们聊了这么长时间都聊些什么呀？他虽然加入我党不久，但对于我们的革命有很多想法，对我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，很有思考。瞧你这么说的，让我对这位年轻的同志也充满了好奇啊。时间不早了，长发这边收拾差不多了，你们先走一步，咱们下次见面应该在新的粮位里了。好，又要搬家了。是啊。君浩啊，嗯，回去以后别晃晃悠悠的啊，找个正经事儿做，听见没？知道了，也是老大不小的人了，要有人生目标了，对吧？道理你都懂。来，姐，告别一下。一路平安。你怎么那么粗鲁啊？脾气越来越像我姐，活该你以后嫁不出去。叫你滚！走了啊，慢点啊，记得常写信啊。
来喝点水，哎，烫啊。好，没想到这次去南京会耽搁那么久，还耽误了给君浩送行。当然是工作重要了。哎，我听说要对桂喜下手了。对呀，那李宗仁跟白崇禧向湖南增军了，中央大为恼火，蒋召集各界准备商讨对策。我觉得开会商讨是假，下令讨伐才是真。这个桂系的气焰啊，也是太嚣张了。自古新朝初建，裁兵削藩都是一等的难事儿。想当年北伐刚打到长沙的时候，是蒋介石主动向李宗仁提出拜把的。蒋为兄，李为弟，同心易得，生死系之。现在才过了一年半，盟兄就要对盟弟动手了。算了，不提了。这君浩一走，你是不是要把办公室当家了？你说吧，这个臭小子，他在的时候吧，我整天是一脑门子官司，他这一走吧，我这心里又觉得空落落的。别说，君浩身上有那一股子不拘小节的豪气，这点跟你很像啊。什么豪气啊，就是孩子气。嗨，他现在是不务正业，等哪天他自己想明白了，我觉得他能干一番大事业，也就是你看好他。哎，你在电话里说有重要的事儿跟我商量，什么事儿啊？是关于雨竹的事情。陈德道现在是他的顶头上司，我怕他的日子会不好过。他就是顶着特派员的帽子，他也不能随便找茬吧？话是没错，但是长官毕竟是长官，中间有些事情处理不好，会很被动的。也是，而且咖啡馆事件之后，我是亲眼看见，如果不是我力保雨竹，我真的不知道陈德道那个家伙会使出什么下作的手段。这个陈德道，那时候要不是他把恒轩的自白书给捅出去，恒轩也不至于。哎，雨竹知道这件事情吗？应该不知道吧。不知道就好，否则就更麻烦了。那现在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？我是想过了，得让雨竹换个地方。换个地方？你是说换个工作？徐元增在上海有一个无线电学校，现在他们的第三期短宣班正在招生，我可以给雨竹争取一个考试的资格。只要他顺利入学，就可以摆脱陈德道，而且在那里可以学到新的东西，没有任何坏处啊。这个办法好呀，孙大哥，想不到你这么细心呐，你让我这个当姐姐的都自愧不如了。嗨，我就是想替你多分担一些，你一个人不容易。嗨，我有什么不容易的？无线电学校，嗯，太好了。这可是你宋大哥费了好大的劲为你争取的机会，一定要好好把握啊。程敏姐，嗯，我想把这个机会让给双菊。双菊？你不知道。双菊对无线电可感兴趣了，他在家里没事就一天到晚在摆弄那台收音机，而且他从那里面学到了好多无线电的知识呢。哎呀，好了，我知道你跟双菊感情好，可他毕竟是个下人，这么重要的机会怎么能让给他呢？下人也是人嘛，他们也有摆脱现状的权利。双菊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，但是他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啊。行了行了，你不用跟我讲这些大道理啊，我只问你一点，如果你把报考无线电学校的机会让给了双菊，你就必须天天去面对陈德道，你受得了吗？
寂寞沧桑的月，爬过漫长的夜，又是绵绵细雨飘落的太肆意，竟是那些记忆。瞬间会无所谓，勇敢绽放有多美。是那么绝对，没有一丝后悔。